欢迎收听《小说繁花》，一个讲上海人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故事，从文革到改革开放，从龙塘到南京路、淮海路、黄河路，从斗士批修到全民发财的故事，让侬看到一个真正繁华的大上海，记录上海曾经辉煌。请大家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加多在海外的上海人听到阿拉的声音。阿婆摇蒲扇讲：“星星有风凉，哥哥做文章，文章做不出，请我老先生。”贝蒂讲：“阿婆，夜里想做啥快？”阿婆不想。贝蒂讲：“我上月不快嘞，阿婆为啥穷哭不哭啦？”阿婆讲：“夜里又梦到棺材嘞，看见个几块棺材板，我晓得不好嘞，最近要出大事体嘞。”贝蒂不想。阿婆讲：“以前个做梦啦，棺材里有金子，一直有的亮光。个上啊夜里呀，棺材已经空啦，乌天么黑，我外婆啊。”最后是孤身一个死人啦，光溜溜跟阿五。贝蒂讲：“一溜阿五啊。”阿婆讲：“是啊是啊，我已被冻之前，无论如何要为绍兴个扫墓了，一定要回去的。”贝蒂摸摸阿婆的韭菜边的金戒指讲：“棺材板里向到底有的多少黄金啊？”阿婆讲：“当然是不少的。”阿宝讲：“搿多少呢？”我外婆啊，搿辰光逃出个南京个天王府啊，带了不少个金子啊。谁讲的呀？身上有金斧，人就逃不快。阿宝讲：“是女宝还是金砖啊？”阿婆讲：“我熬不了，做个天王府的宫女，三年半是从今天今地今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，一路逃一路哭。”贝蒂讲：“搿金子侪塞到啥地方去了？”身上一套土布的衫裤，金子挂到小腿、小肚皮、屁股上，女人屁股大一眼不要紧的。突破我个围裙一招，如果有的拿招了，肯定是杀了远远个两头的。阿婆不想。阿婆讲：“老早个女人了，就算是西施了，胸口照样是绑了踏踏饼，蛮不是人啊。”阿婆打了啥钻石来宝石不啦？亮亮个宝石四品顶大，有啥稀奇呢？就算做到两品的大员呢，只好如四个人讲个六年饺子。黄金多少吃干了？金刚钻呢？外国人欢喜，中国人挖玻璃。贝蒂讲：“我哪能看不到棺材的啦？”阿婆讲：“人一伤心啦，梦里就看到祖宗。”啥？我外婆过世个天，灵堂是血，大厅里进了棺材，突然之间个眼睛里有两条金线，噼里啪啦个落下来。跟我听过六七遍嘞，我不相信啊！眼睛里落出黄金了，我外公觉着不吉利，撩开个灵位，靠近。个棺材讲：“嘎子婆啊，等一下就要顶棺材板啦！听到人家喊个东多顶啦，西多顶，一定要倒一倒。”我外婆个眼睛里向突然之间露出一点点个金子来，响铃看到，伸手去接，去夹，外公一高跌倒，一哈就死嘞。
阿宝讲，搿太平天国的宫女会得有多少黄金啊？阿婆讲，天王府里样样侪是金子做的，晓得伐？阿婆讲过好几遍嘞，搿待遇管是金啊，吊钢是金啊，还有呢，金天金地，晓得了伐？搿天王府里个台子、矮凳、个面床、门窗、毛筒、苍蝇拍，金子做的。个女人个衬里个裤子啦，金线织的。想想看啊，勿可能啊！毛草、戒指，统统侪黄金做。阿宝笑笑，阿婆讲。个毛啦，极点像长的，一般是啥竹贴做的。王府啦是金子做的，金钉子钉。毛草，苍啷啷啷啷爬出去，太阳出来了，金毛草白匹毛，一路晒430年道光，声音轻，因为个金子软啦。瞎讲八讲，勿可能啊，勿可能啊！阿婆摇摇扇子讲：“现在少人会动呢，搿大天王搿爷爷个排场啊！世界高头有得2匹黄金个宝贝马车，只有伊丽莎白、路德维希两世可以坐。迭个算少些呢，太平天国了，黄金世界，86个人扛个金戒指，晓得伐？”搿戒指里向可以摆元旦面吃酒，里向有得金灯、金蜡签、金面盆、金碗、金筷子、金托啊。搿金用金个屏风摆只金塔、金紫金铜，一个小个金子管人啊，手托金盘，摆一对黄个团子，让大天王个爷爷卡偏眼啦。阿宝讲。洪秀全从来勿出宫门的，只会得坐女工人拖的金车子，上辈的龙凤黄鱼，72根杠子，宫里向的马桶、面盆、浴盆，的的确确是金子做的。贝蒂讲：“勿会的伐？”阿宝讲：“是阿拉阿伯讲的，东王杨秀清到浙江去开会，前呼后拥，46杠的大轿子。”日天办四桥，阴凉适宜。下头衬个玻璃鱼缸，养了金金鱼，还有五花。阿婆讲，有听到过。阿宝讲，是书里向写个呀。阿婆讲，只有大天王个爷爷有黄金个大轿，天王府里个排场啊，顶天楼，顶天玉。多少人哦？电梯管3000人，电梯帽300人，电金管专门管金子的了，电肉管专门管肉食。天国的国庆节一到，搿不管管理呀，天王爷爷勾勒金命了，王莽虐打，出宫门开庆祝会，朝广大的劳动模范。挥手，底下头就哭了。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接下来就是开游园会了。金锣开道30对，金环金戟，飞金翅，竖金牌，围琵琶，青锣金旗，飞虎旗，飞龙旗，前后唱个大金星了。大红团子个金山，也叫红十字。单算一算个排场啊，四倍个金龙岗要多少名额？阿宝讲，金子的事体越讲越多了，勿要讲了。贝蒂讲，搿阿婆到底为啥哭啦？阿婆讲，哎呀呀呀呀！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，是我个外婆夜里一个托梦过来，棺材板被拆光嘞，
我外婆啦，已经是一根赤膊的阿五了。阿婆准备年底回乡下头扫墓的计划，还是耽误了。3月份，贝蒂爸爸妈妈参加社交运动，有人举报贝蒂爸爸装配矿石机，收听碟带，听美国之音，一串克林姆林宫的钟声，就是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妇女节目。苏联播音员一口妇女，莫斯科广播电台，莫斯科广播电台，现在夜里向10:09，我是播音员瓦西里耶夫。我现在跟上海各位老听众朋友播送夜里向新闻。莫斯科电台现在播送节目。各位了得。贝蒂娘特地赶去开会，领导以为是来激发贝蒂爸爸的问题，但是贝蒂娘只会得帮老公叫冤枉，两个人也就回不来了。房间里只有阿婆陪了子贝蒂。有好几趟，贝蒂跟阿婆讲：“如果阿婆回乡下头了，哪能办啊？”“不会啊。”“真啊？”阿婆摸摸贝蒂的头讲：“慌啥？阿婆不会得走的呀。”贝蒂不想。没过多少辰光，就到了1966年的元旦。有一日，贝蒂讲：“阿婆，我昨日做了梦，看到一个老太婆变成了一条鱼。”“真啊？”“嘴巴一张一张，只有水的声音。”阿婆马上捂紧贝蒂的嘴巴讲：“不许讲了。”贝蒂一吓。阿婆讲：“我上啊做梦，也看到贝蒂变成功一条鱼嘞，太吓人嘞，太巧了。”阿婆笑笑讲：“做鱼最偷懒，一声不响，天天的用不着弹琴，只会得吃屎。”贝蒂讲：“真的呀，看到阿婆是一条鱼，我也游来游去，浑身亮晶晶，是条晶晶鱼。”小男吓我，讲吓我，小姑娘屋里向不会得变成功一条鱼的，一条鱼呀！不许再讲了，我已经晓得的，今年的年头了，凶喽，要出大事体喽！今年是何里年？阿宝讲，1966年。贝蒂抱紧阿婆讲：“爸爸妈妈肯定回不回来了。”阿婆讲：“呸！”贝蒂讲：“会得回来吧？阿婆侬讲讲看呀。”阿婆讲：“我现在就想回乡一趟，上了子坟，我个外婆马上就会得保佑我，阴间里保佑我贝蒂，我回上海还好多活几年。”两个人变成过两条鱼，滑到水里向去。我看到阿婆鱼嘴巴张开，亮晶晶的，我就游过去了。越讲越像嘞，我真也是一条鱼啦！这水高就躺平了。三个人讲到此地，天色已经暗了。贝蒂讲：“钢筋高头，我也看到一条小鱼。”阿宝开灯去看，贝蒂讲：“谈到克莱门蒂小奏鸣曲 OP36，一张11小节，8度跨3小时，我眼睛从高头看，小鱼就游过来了。再弹一趟，个鱼贯齐情的音色，跳音要轻巧，手腕有弹性。我抬头一看，铺子旁边真的有一条金金鱼哦。”亮晶晶的尾巴一抖一抖，游来游去。我看看眼睛，阿鱼就停下来了。前日我用个搿醋画一画，做了几人，看到伐？就此地呀，此地。阿宝仔细看钢筋，
琴声比较旧，琴棋上方的打扮有几道痕迹。阿婆也靠近去看，讲：“侬啥花样精呢？”阿婆默一默讲：“旧琴旧得不少旧影子，油漆斑驳，纹本来就有的呀。”贝蒂讲：“跟五定到搿个位置，我就弹勿下去了。每趟弹十几个小节，阿五就出来。”阿宝讲：“一眼也勿专心。”贝蒂讲：“钢琴响了，阿五就游过来了呀。”阿婆吐过贝蒂，摸摸两根小鼻子讲：“新年新事。”贝蒂已经变怪了，就要出大事体嘞。阿宝讲：“贝蒂是小姑娘，胆子小，阿婆如果会想会得几天，那么完结了。”贝蒂就哭了，倚在阿婆身高头。阿婆讲：“乖女。”阿宝讲：“要么等我放了寒假，我陪阿婆、贝蒂一道到绍兴去。”贝蒂不哭了，一笑讲：“我要呀。”阿婆想想讲：“好个，也正好有上海个少爷小姐陪老太婆回去，我有面子。”阿宝讲：“上海到绍兴乘火车，十六铺坐小火轮也可以。”贝蒂讲：“我想乘轮船。”两个人看牢子阿婆，天已经昏暗，房子外头满眼的铁灰，飘起了雪珠，窗玻璃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贝蒂抱紧阿婆，大概是冷了。阿婆眼睛紧闭，像是做决定，也像做梦。时机停顿了下来，阿婆最后动一动讲：“想到回乡啊，我多少慌了。只不过阿宝是男人家嘞，我跟贝蒂回乡，身边有了男人相陪，还是放心的。”一大清早，阿宝跟贝蒂催了阿婆。老小三个人大包小包行到上海北火车站，爬上车子，刚刚坐好，火车就开了。前一日，阿宝拉娘拿出来十斤全国粮票，十块钞票，跟阿宝讲：“阿婆一定要付三个人的车钿，路高头吃用，阿宝就要懂道理，买一眼大家吃吃。”阿宝讲：“晓得了。”贝蒂乘上火车，洋洋洒洒才觉着欣喜，还要想乘船。阿婆讲：“船有了咯。”果然，火车开到绍兴柯桥，三个人下来，阿婆叫了一只接驳船，请船夫划到老屋平沙。阿宝踏进船舱，船就打开去。船夫一眼看出。阿婆是老同乡，至于阿宝贝蒂嘛，是山里人。阿婆笑笑讲：“反正性格不得多个山里人。”阿宝不想。阿婆讲：“结果性实在是太个小，一记进去心要够了，慢慢叫个脱落船舱。上岸的时候要记得一切。”扩大音高的头韵，另一只脚勾牢琴棒，再慢慢叫个上来。接下来，大家侪没讲闲话，三个人坐定小方，桨一响，船就朝前头走了。阿婆讲：“自家一只单身，没么像海猫子女孩子少个，到西青人高里去卧室，两个女的，一个男的。”皮包蛋蛋，女孩子唱花调。阿宝讲：“唱啥呢？”样样好唱哦，我唱在。
贝蒂用力拉了阿布讲：“阿布，三个人不响，行走是一，只听到船桨的声音。搿辰光，四面三围还可以动目，稍息就阴冷起来。船啊而上，划了飞快，眼前一望成碧，水梦密布，寒风阵阵。”阿婆心神不宁地讲：“噶多人不去嘞，根本也不认得噻。绍兴我也翻江噻。”阿婆讲：“不要紧的呀。”一些功夫，湖高头飘起雪子，船夫盖拢个屋棚，阿婆觉着屁股下头是冰冷的水流。风一落，滴花干，远方阴阴郁郁。山峦起伏，阿婆跟船夫讲：“阿弟，那个船才快几山啊？”“这个路是不少的。”“我老屋里平畴的前头有个山坳头个。”“你都是煤窝？”“三个呀。”“你都大屋，已经五九人住在。”阿婆不想。最后，船到了平沙。三个人上岸，看到一群农民收工回来。里向的妇人回答讲：“山坳旁边头个煤窝，正当有人住在个。”阿婆讲：“啊？”妇人讲：“穷大户，人家老早奔饭菜、逃光菜、就野草菜，难得有人去放放牛。”阿婆有眼慌。提到自家屋里向住宿的名字，妇人讲：“老早稀饭菜，多人食菜。”阿婆讲：“搿啥？”阿婆讲：“就是豆腐稀饭菜。”阿婆哭起来了，背地一吓。阿婆问个农户讲：“阿姨，此地有招待所伐？就是旅馆？”农户摇摇头讲：“像我的阿里来个旅馆？”农户带了老少三个人走进一间大房间，相当的破败。阿婆拿出来五块钞票讲：“阿姨，此地有的夜饭吧？”一看到个钞票，农户两只眼睛就开始放光了。阿婆一面哭一面夺过钞票讲：“房顶高饭店，阿里用了十五块。一块洋钿没进够的呢。”阿宝付了一块钞票，搿农户开开心心的接过来，塞到旁边男人的手里向，自家嘛开始准备夜饭了。一些功夫，饭就端上来，梅干菜梅七张，一碗盐水青菜，每个人一碗薄粥。贝蒂看了眼，还是去吃书包里向苏打饼干了。阿宝吃了两口菜，也不想再动了。阿婆讲：“烦囡，后头偏偏是乡下头，就阿宝吃了惯个，从小一直来这吃个。”台子下头有几只鸡咯、狗咯走来走去，周围呢是闹忙的农民，男女老少每个人端了一只碗，进来出去，边吃边讲。几个小姑娘盯牢子贝蒂不动，贝蒂嘛送给每个人一块饼干。阿婆讲：“贝蒂，你先去吃去。”农户讲：“阿妈理好了多菜，早两年种田一年吃不到一斤骨头个。”男人讲：“五年前，老大个清早跑到十里路外头，环顾酒厂的大门口，抢酒糟当饭吃。半夜里就去排队，日日当了头皮血出乌啦。”阿婆讲：“就要照着肉子热了，人却要烧皮糖呢。”大家七嘴八舌，吃吃看看。等到饭吃好，台子收好，农户陪老子老少三个人到旁边的厢房休息。大家侪带了碗筷子，一路跟过去看。里向有一只老式的大帐。帐子高头全部侪是布丁。农户讲：“
先聚落来再话。阿婆坐辣床旁边，叹一口气讲：“那个大婆，那个句法，明朝早起学上了文，也就聚到上海去嘞。”农夫讲：“好个呀，就是周围的文的完全也摊平的一个。”阿婆讲：“首先，看我王哥屋里的两只老文的呢。”农夫讲：“牛噻！”本来嘛，大家都准备回去了，听到开始讨论个文了，有个老农讲：“老文的这正当一只牛在个，全部不光在个。”阿婆讲：“首先，又有王法的，俺王哥个老文里头全部都是黄金，那还是搞不过。”周围的人侪笑起来。一个男人讲：“平镇的土地运动年万载，其他地头的石棺，直直要敲敲开来个，石板用来铺路。1958年做丰收的，缺肥料，就开来一只一只的老坟，先人骨头挖出来，烧灰做肥料。王哥的老坟挖了2日天挖平噻。”阿婆讲：“可黄金宝贝呢？”乡下男人讲：“哪里有黄金宝贝，就是两只蓝棺材。”阿婆突然之间滑到地高头，穷哭不哭。乡下头个男人讲：“可说是，真当就要整了两副骨头。”阿婆讲：“我外公外婆个坟头是块牛命加上啊，一对金丝楠木棺材呀。”周围个人侪来笑。有人讲：“买四金棺材嘞。”阿婆一翻身，滚来滚去，大哭：“老文可尊的节约呀，十六座石头灵台顶烧个大青砖，吃了俺个祖宗的坟墓，谁让我不孝啊，守城要封印，子孙的路没3年，我到了上海呀，难怪俺外婆出不啊，变了光伊不开心啊。”贝蒂跟阿宝去拉伊：“阿婆起来呀，起来呀！”阿婆讲：“黄金宝贝呀，是钱到来抢俺个金子啊！”就在搿个辰光，走进来一个娇瘦的老太，对牢子阿婆讲：“你阿妹，今天也是过来的。”阿婆开眼一看，还是哭。老太讲：“你阿妹到上海做稀客，做了介多年数，我是大姐呀。”阿婆突然之间不哭了。坐了起来，阿宝拿阿婆搀起来，床旁边坐好。贝蒂讲：“阿婆，阿婆。”娇瘦的老太走过来，帮阿婆拍背。阿婆盯牢子老太穷看，喘了一段，叫了一声讲：“大姐呀！”周围人声鼎沸道：“还好，还好。”好嘞，好嘞！大伯家讲：“上海人来了，种穷大户吃种苦。”阿婆讲：“我回到大街，一定也蹲实的。”大伯家讲：“我个命硬，跳到了水里头，我死了回来也要爬到岸高头个。”阿婆讲：“可哈里王哥命里就挣了大几一个噻。”大伯家讲：“还挣了上海你一妹嘛。”还挣了2个上海的孙子孙女。阿婆讲：“我阿里来福气，这个是我上海东哥的子孙。”大伯家讲：“我从煤屋逃出来6年的，到达孟津来做生活的，顶间巧是个路过。”阿婆不想。大伯家讲：“孟津也不算远，要么搿些忙上村去看看吧。”阿婆摇摇手：“不去的，阿里头都不想去的。”阿婆讲到此地，蹲到个行李前头，翻出来一捆佛像卷子面，大伯家接过来。阿婆解开只包裹讲：“还有不少名堂嘞。”大家在围拢了去看，里向有的人参，就是大炮仗；八子又叫八香，满地红。上庭的锡箔，几沓冥币，黄标子，
还有几副大小的香烛，还有几包自来火。阿婆讲，我爷娘还有俺外公外婆的坟头，就是黄高的坟墩头，到底还有有在？大阿姐讲，这片田里在。阿婆讲，一样也寻不着，可手里一束明灯，还有啥用场呢？大阿姐讲，烧嘛还烧烧个，明早的去寻块空地去。旁边有人发笑，大阿姐讲，烧一烧，年近八千，祖宗还是守了这个。阿婆冷笑，哼，骨头一根也不紧实，烧成灰烬。可仙人到海里头去拾长点些不？大阿姐也不想，阿婆讲，棺材里个黄金呢，统统吃光了。可外婆个黄金宝贝呢？旁边有人又笑了。大阿姐讲，我也相信要黄金个。旁边的人穷笑。大阿姐讲，俺外婆当年路上多少风光，夜里头点蜡烛点灯。觉得夜晚的阳光不雅，整个小门每个人都穿了个白皮，就是个夏衣，镶钉出角，许有流星，就是文范。等到俺外公拉开了扇门，也就是棺材罩，棺材里俺外婆的面孔突然之间大放金光，头发金光锃亮，跟着金丝线那个，就是人高头看不出一两黄金。阿婆讲，黄金嘛，一向是垫底摆好的，外人也是个看了眼的。俺外婆从个是论金天王，背地用力推了推阿婆。大阿姐讲，功夫嘛，样样都有个咯。阿婆讲，我晓得出了大事体，原来是俺黄高的老翁被压绝病了。旁边的农妇讲，黄高的老翁手也烧了死人的大骨子。农夫的男人讲，假如挖出一副好的棺材板，到底就开会分配，找台子找小人。农夫讲，掘出一只棺材，里头有两条皮头，等就有人拖走的。太阳下的坦洞晒个两日，这铺到个面上高头过冬。大家侪议论纷纷。阿婆不想，卡了个眼泪水，对了农夫讲。今朝夜里是开乡下头个农村游园会，可衲准备开到几点钟嘞？听到搿句闲话嘛，周围个人侪跑了。大阿姐叹了一口气，陪牢子老少三个人当地铺坐下来了。夜里向大家啥侪没讲。第二日一早，阿婆带牢子阿宝、班弟坐上了接活船。此地特产酿酒的奴道，大阿姐跟农夫借了十斤，让阿宝带回上海。大阿姐跟阿婆讲，到上海做稀客，手里的生活呢要做了亏损个。阿婆不想，船夫两只脚搭起一根长桨，哎喃一声，船就开了。大阿姐嚎啕大哭，阿婆看了一看岸边的大阿姐。一滴眼泪水也没落。老少三个人乘船到柯桥，马上逃上火车，一路回上海。路高头，阿婆盯牢子窗门外头，后来感慨讲：“真当是戏文里唱的，愁肠难抚是我贪心不足，常闻寻里找主郎，大雾起没雾来，窗破法难得开。”格嘛里，山阴不滚，会计不收。阿宝也不想，阿婆讲，风景是一刷不变，会计山、稻田呀、桑田呀，绿树可以明目，青山金碧，跟老早一模一样。就是跑到房子前头，就凶着一股臭气，每只面孔焦黄焦瘦。顶天让俺外婆当年打成南京的样子。班弟讲，又要讲了。阿婆讲，俺外婆大奶日日用荷叶丝卡脸孔，卡了脸孔辣辣黄，
身子高头没脱大便。班里讲，搿做啥？阿婆讲，女人难看说丑什么就太平咯，就是怕有人动坏念头，吃豆腐了掉棒子是小事体，拉脱女人的裤子脱到野地里去，怎么伊身高头有一黄金元宝？班里讲，啥叫吃豆腐啊？啥棒子啥么子啊？阿婆讲，当年俺外婆种南京哦。班里摇摇阿婆讲，阿婆，我头发里痒喽。阿婆拉过班里看了一看，讲，还办有梳子的。哎，我又说，搿年头勿好噻，今年头马上要出大事体噻。阿婆讲，勿要讲嘞。阿婆勿想，老老少少三个人勿跑一趟，辛辛苦苦又回到上海。过了一个号头，班里的爷娘放回来了，阿婆相当的开心。再过一日，阿婆从小菜场回来，坐到门口的小花园里。搿辰光，阿宝刚刚要出门，阿婆拿阿宝拉过来，轻轻就讲：“阿宝，侬下毛要乖一日。”阿宝勿想，看到班里弹了琴，走出门口。阿婆靠近阿宝，又轻轻叫讲：“阿宝要走的，正当走的，阿宝你要照顾班的。”阿宝讲：“阿婆，侬到啥地方去啊？”啊？阿宝觉着阿婆有眼不大正常。阿宝立起来走了两步，回过头一看，阿婆坐了花园的鱼池旁边，看上去嘛还好。脚旁边摆了只篮头，班迪已经走到小花园里了。就在搿个辰光，阿婆突然之间勿动了，人抢了过来。阿宝马上冲上去搀阿婆，班迪跑过来叫：“阿婆，阿婆！”搿辰光，阿宝看到一道亮光，听到一声水响。班迪讲。阿婆，阿婆摇了摇阿婆，但是阿婆低了头，一动也不动。篮头比池子低一眼，一亮一响。搿日子，阿婆的篮头里向有三条无脊鱼，阿婆低头不动，有一条无脊鱼哗啦一声飞到了鱼池子里向。班里穷叫：“阿婆，阿婆！”但是阿婆不动了。两只眼睛闭牢子，等到所有人拿阿婆送上救命车，到了医院里，医生跟班迪的爸爸讲：“那好准备后事了。”班迪的娘带了班迪回到房间里，翻出来阿婆带到绍兴去的只包裹，里向是一套寿衣、一双寿鞋、红布鞋底，绣了一张五叶、一朵莲花、一只莲蓬、一枚蝴蝶。还有只蜻蜓。班迪的爸爸马上跑到下桥的殡仪馆里去。官方讲，从下号头开始，上海停止土葬了，此地会剩下来最后一副棺材，如果要就停下来，价钿嘛便宜啊，50块行钿，将来只好火葬，机会难得。班迪的爸爸落了定洋，讲定大礼以后，棺材要寄放了殡仪馆几天。搿日子下半日，班迪爸爸再赶到李尼山庄看了坟地。夜里向，阿婆接了只抽痰机器，昏迷不醒。第二日早头，班迪跟阿宝起来，看到金鱼池里向有条无脊鱼。班迪讲：“阿婆，无脊鱼动了一动。”班迪拿手伸到水里向，一动不动。又伸到个鱼肚皮下头，还是一动不动。后来嘛，有了宝了。班迪讲：“阿婆，侬开心伐？”又来一句。阿宝勿想。到了第三日一早，
五字旁边，侪是五零。黑颜色的是无忌五个零，金黄颜色的是金金五个零。太阳一照，到处发亮。水里向的金金五、无忌五，都在失踪了。扫地阿姨讲：“铁丝罩子忘记脱嘞，一定是夜猫烫糊了。”贝蒂讲：“夜猫是王子，是好的。”阿姨笑笑。贝蒂讲：“阿布是有了宝嘞，半夜里向十二点钟，一响月亮下头，夜猫就叼了金金五金，跑到黄浦江旁边的石灰缸，放到缸里向去了。”阿宝觉着有眼发冷，贝蒂回答比较奇怪。阿宝讲：“猫看到鱼，嘴巴里向叼了鱼，先是抖几抖。猫哪能会它不吃鱼呢？讲笑话嘛，朝南跑几站路也是不可能的呀。”贝蒂讲：“笨不啦？夜猫是王子变呀，金金、五金，一个是公子，一个是阿布，侬搿也勿懂啊。”阿宝勿想。贝蒂讲搿只故事。讲了面孔发亮，眼睛像宝石。到了黄昏，两个人再到医院里向去，阿布突然之间醒过来了，拿寿衣寿裤侪脱下来，一样样仔仔细细的折好。阿布看看贝蒂爸爸，开口就讲：“想学女客，进正牌部室，一月两月月到十七八，看看场面，东风雕白。”父亲青山，外罩玉白，胭脂涂得血红，四鬓脱了雪白，门头珠彩全部是铜了，松香深囊，冒充蜜了。贝蒂爸爸一吓，阿布讲：“我好在，我想吃光肉油条。”阿宝明白，一定是回光返照，马上奔出去买。但是上海的夜里向，哪里买得到油条呢？等伊回到病房，阿布反而好起来了，笑了一笑，身体一眼眼逐渐恢复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就出院了。葛末，贝蒂的爸爸只好拿棺材推脱，再推坟地。